红瓜呢来吸鱼的，因为秋冬鱼这个它有一个这个它有一个这样一个习性嘛，它是烧成的鱼啊，烧成鱼呢喜欢吃这个红瓜，哎，你红瓜打开了，它就鱼会主食里的话会挤过来。昨天正好是在调试灯光，166盏灯，相当于600多片灯嘛，青色的红瓜全部要到打开的，基本上整个天空都是红的。那天晚上呢就有点云雾呢，空气中就是有很多的小颗粒，渔船上的那个灯光啊刚好是红色的。照着的话，然后经过这个云雾的散射以后啊，照射在天空中就是呈现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应该说也是比较正常的天气现象。